解决麻烦，我甲伊阎王叔听迄希腊迄海阎王嘛无唔对啊，我做的拢是对啊，为虾米要甲我关起来，叫我出去啦？哇，今日你有准备哦，这通讲过兼收据，你互阮小小爷只，看伊有心情会较好无？伊在气什么人啊？你娘！你是不是无甲翅膀？所以才又死掉了。我老话，我有刚刚甲你翅膀，是你不管吃呢？对啊，啊唔够我已经死啊，还叫做死无对证。哦，好啦，小少爷，我来讲，要安怎你还没吃？你帮我出去回园啊，老老的，算一下就好啊，我袂为难你啦。回园哦，好啊，我带你回园的所在老老的，可是只会使一个啊呢哦。当然啦。我这个生差不多十秒，搁过三点钟。十秒，安尼会使啊？好，我开开。你等我。来。哦，超轻松起来。